焦作有名寺，五代玉塔妙月寺塔安放有佛祖真身舍利灵骨。圆融寺是我国第一个以佛教圆融思想命名的寺院，是韩国圆融宗祖庭，被称为太行小灵山。月山寺，清朝乾隆皇帝曾三次朝拜，为中原四大名寺之一，坐落于黄河之滨的嘉应观，为雍正皇帝所敕建，集宫、庙、衙署于一体，是我国唯一记述治皇史的黄淮诸河龙王庙。净影寺、万善寺、天宁寺、慈圣寺、百家岩寺塔、千佛洞、摩崖石刻，共同彰显了焦作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焦作有名药，淮山药、淮地黄、淮牛膝、淮菊花，作为最地道的中药材，千百年来，四大淮药为国人的身体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，成为中国中医药文化的瑰宝。焦作，一座澎湃的自强不息民族精魂的城市，一座承载着千年文化精髓的城市，一座充满着激情与梦想的城市，一座昔日魅力情怀与今日舒适繁华交相辉映的城市，一座美丽灵动与幸福休闲时刻共享的城市，一座正阔步走向世界的国际知名旅游城市。山水焦作。